这也可以跟，不是啊，我刚才不是过了吗？啊，鸡杯人哦，那到底怎样？这样都不算我过，要够快，不够快吗？这样还不快是不是？哦，失误两次。为什么还自己呆了？最后一关需要在回合内打掉。哦。行啊，各位，一直以呆，一直以呆，一直爽。传送上 S 了吗？还没。一代，变成一代了，再掉下去受不了了。一代是痛的意思，不，谁不知道？谁不知道？谢谢你的科普，但是我知道。一万分。为什么一直叫啊？干你啊！失误了，玩了五次困难才过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夸张？全队超战！全队超战！可以看我在按吗？好，没问题啊。啊，拼手速的，看我在按。腿细油。我们还有哪里？对。嗯。但我已呆了。可以吧？过了没啊？过了没啊？赢喽！简简单单，有失误又怎样？还不是这样过？打第二次就过了。啊，就这样啊。